花。Bonjour，Bonjour，Bonsoir，未夠鐘啊！你快覺到就可以嚟啦，係啊。其實我哋冇同人哋講，我哋去到法國過。係啊。總之我哋應該咁樣跳一跳。係啊。誒，我哋嚟咗法國啦。一朝頭早。Bonjour，Bonjour，我哋而家喺羅浮宮啊，後面就係好出名嘅貝聿銘設計嘅金字塔。Louvre。Le Louvre。我哋俾大家睇一個圈。Musée du Louvre。哦，這個後面就有個海旋門，小海旋門就在後面了，粉紅色的那個，是不是收緝呢？不知道，那個封了，圍了板，不讓我們拿回這個做背景先。見不見到金字，不是金字塔，巴黎鐵塔，巴黎鐵塔，後面那個金字塔，那個巴黎鐵塔，待會兒給你看。那我們今天行程原本其實是去了這個 Musée d'Orsay，就嗰、那個，但係咧今日因為咧有啲唔舒服啦，咁所以咧朝頭早咧就 skip 咗嘅。咁咧本來咧就食咗越南粉先嘅，因為咧朝頭早早餐咧包咗啦，咁所以起勢咁食啦，包係咁包咗啦咁樣，咁就包咗之後咧就所以晏啲先食啦，係啦。咁晏啲咧就會行過去睇埋個巴黎鐵塔，跟住影埋相咁樣啦。咁跟住就，琴晚咧都 skip 咗個遊船河啦，其實咁就唔緊要啦，而家。因為好多突發嘢發生，親子遊就係咁噶啦，睇我哋之後可唔可以補翻咯？仲有咁多人。希望可以。係咯。其實仲有最尾嗰日嘅，不過最尾嗰日咧，我哋就自由活動啲，希望嗰日咧我哋可以去到Outlet嘅，不過就唔知會唔會太遠啦，可能係啊。咁我通常設計行程咧就比較充實，比較豐富，但係咧。行到腳跛，係啊，行到腳跛，所以咧就我諗下都係不如 relax 啲啦咁樣，所以咧就有好多都 skip 咗，冇可以通關啊嘛，通關你去邊都得啦，都唔係淨係去日本噶嘛，係嘛？我嚟一個，嚟一個。凍凍地，嗱呢度又唔係好凍啫喎，係嘛 ？O K， 今日其實陰天就冇落雨，尋晚就哇落到癲咗，好似係，但係 O K 喎，唔係好凍。O K 啊，我唔凍啊，一啲都唔凍。好啦，我哋再同大家分享一下之後嘅行程啦。呢個就係頭先阿樂少講好遠好遠水路，有一個嘅巴黎鐵塔，見唔見到啊？個燈柱隔離啊，係啦，我哋遲下會去嘅，再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呢度咧就嚟到呢、這個入邊其中一個比較出名嘅呢個雕塑像啦，咁但係冇咗個頭啦，冇咗隻手啦，咁呢個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Nike 啊嘅勝利女神嗰個像喺度啦。咁雕塑像咧就唔好喺個前面嗰度睇，其實咧就應該係咧大概係三分一左邊三分一咁樣去欣賞嘅，佢就啱啱落咗喺呢個船頭上邊。咁所以咧，嗰個角度就會係最靚啊！如果你想影相啊嗰啲嘅話，咁其實係三分一啊，但係要褪翻過少少，睇到佢個前面啦，就佢左邊，即係佢右邊嘅翼咧，係咁依睇到啲啦，咁就最靚啦，係啊，三分一。
咁就係最好睇嘅。就係呢個角度啦，係嘛？呢個最靚嘅角度。為什麼這麼多即是一些耶穌啊聖經故事啊的畫像呢，就是因為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其實教會的權力呢是很大的，即是有大過一些的皇室啦，大過一些的、皇帝啦，所以其實他們要記錄一些的事蹟，是啦，那教會記錄的事蹟當然就是耶穌啊聖母啊這些的事情啦，所以很多不同的畫呢都會是呈現啦，表達著這些訊息出來的。好啊，這個人頭湧湧，我們現在去哪裡呢？就是當然看這個羅浮宮的名物之一蒙羅麗莎的畫像啦。你看很多人要排隊一步步咁樣行埋去先至可以影到。我哋睇完蒙羅麗莎之後咧，我哋後邊就有呢幅畫啦。好大幅嘅呢幅畫，係呢幅畫都好出名嘅。呢、這個就係加拿婚宴啦。大家見唔見到耶穌喺中間咧？但係個主角雖然是耶穌，但其實呢度仲有另外一個主角是隱藏在幅畫入邊嘅。大家見唔見到咧？一個就係嗰、一個咧就係揸住個杯喺度品緊酒嗰、那個。另外一個咧就坐咗喺度咧，好普通咁樣咧拉緊琴嗰、那個。係啦，咁呢兩個人咧個樣子，你哋大家睇下留意一下係咪一樣樣咧？啊，咁啊據聞咧呢兩個人咧其實都係同一個人嚟嘅，係咩人呢？就是畫這幅畫的人，即是好像是希治閣裡面的片一樣，希治閣就會無緣無故就做了一個路人甲走過，你會見到他、另外就好像 Stanley 在這個 Marvel 的影片裡面都會見到 Stanley 無緣無故就在這裡、做一個鏡頭給你，然後被人拍一拍個膊頭擰轉頭、我就在這裡這樣、即是其實很多很多年前已經有這個 idea 在這裡，所以很多幅這些畫、都很值得去慢慢看的、但是這裡比較上出名的呢就是這個蒙羅麗莎，所以呢、很多人呢就衝過來就只是看完它呢就、其他畫呢就沒那麼留意咯，但其實這裡很多畫都很漂亮。 1 hour later。 好了，我們今天本來就去了吃越南粉咧，就係、是、近呢、這個、Opera House 嗰度嗰間嘅，咁但係因為嗰邊嗰間咧就裝修緊，嗰間就、都幾出名嘅，因為有睇、過推介啦，就非常之好食啦。咁但係咧嗰間係因為裝修咧嘅、原因咧，嗰間嘅門口就貼咗張告示出嚟，就介紹咗嚟呢間。呢間就喺邊度咧？呢間就喺旁比道Museum 隔離嘅啫。咁呢度咧？而家睇個賣相，我呢個咧就叫 special 啦，牛肉嘅 special。咁有啲咩喺度咧？見到有呢、這個叫咩啊？牛柏葉啦、牛丸啦、生牛肉啦、熟牛肉啦，仲有河粉嘅 ，of course 嚇。嗯。係啦。咁另外咧就聞到已經好香嘅，其實呢度，跟住仲有叫咗春卷啦，嚇有個汁啦，已經好地道啊！呢啲係好越南嘅，我諗真係仲好食過越南啊。Later。好啦，我哋食飽啦，已經清個場啦。但係就係呢度四粒辣椒啫，或者攞呢四粒嘢啊。呢個辣椒都堅過人啊！哇，辣到我咧，個頭濕曬啊！咁啊 ，OK 嘅，其實好香，齒甲留香，真係好味嘅越南河粉咯。我唔知點形容，其實有好多感覺喺度，係啊。都會整埋整埋嗰個越南嘅三文治噶嘛，呢間就係、是、我哋係啱啱嚟呢度食啦，隔離就係好出名嘅旁邊度嘅博物館啦。各位，新年快樂！
哇！你睇幾多人企喺門口？幾多人企喺門口排隊入去？見到啊 ？A few moments later。我哋而家到咗影巴黎鐵塔嘅地方啦！呢個位置是影最靚，最影個夜景最靚。哇！見唔見到好靚啊 ？Tocadero 係啊，就喺呢度啦。咁誒，好靚啊！因為搭地鐵過嚟就唔好喺巴黎鐵塔嗰度出，喺 Po 乜鬼嘢啊？頭先Avenue Po 六號啊，係六號個出口出。咁你上到嚟呢度噶啦，向右行，一出到嚟就轉右，跟住見到一個廣場嘅。咁有隻銅馬嘅，係啊，銅馬喺度嘅，係啦，就呢、這個。後面就一隻銅馬喺度啦。係啊，呢隻馬，佢向住嘅地方就係巴黎鐵塔咯，幾靚。我哋而家喺鐵塔隔離啊，咁啱開咗好多小屋仔，有好多聖誕市集啊，好多聖誕嘢啊，或者啲唔同嘅首飾啊、小食啊嘅嘢賣啊，好靚啊！哇，呢啲有 Harry Potter 喎，有 Harry Potter 嘅嘢。咁佢係另外一邊啊！哇，有日式嘢嘅喎，咖喱魚蛋都有喎呢度，好似咖喱魚蛋，係嘛？咖喱魚蛋，呢啲乾果，乾果嘢，就係呢個啦。呢個如果你買佢哋個熱狗包咧，佢哋個半圓形個 cheese 啊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筆一攪 cheese 落去，超正。哇，好多人啊！啊！哇，好地道咁好似 ，Maxi， 哦 ，Have a seat。甜菜好搞笑，是个 avocado 加啲虾酱咁样，试下，试下先，好似千岛酱咁样，有啲虾肉喎，真系，同埋个牛油果系好够熟，好味，而家到试呢个正宗嘅。快波片咯，有殼啊，可以做冇殼嘅。佢比較細只啲，有呢個鉗，我希望唔會彈到去人哋度啦嚇，手都震埋。千祈唔好彈到去人哋度啊！好香香草味，嗯。我好明白，咁埋包，跟住咧倒翻佢啲香草汁出嚟，點翻落去個圈度，嗯，就飲啖酒，嗯，好啊，輪到我試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其實咧都好普通嘅啫。是什麼呢？就是牛扒啦，有些汁在面上，
係啊，咁就加咗啲薯菜咧，即係薯條啦，都可以啦。其實有啲好似真係，簡直係大家樂牛排。有一次大家牛排，呢、這個牛排麻麻地，住啲就好香嘅，就呢、這個意粉啊 ，Bolognese 都係啲肉醬意粉嚟嘅，冇乜太特別。其實就特別在個環境，呢個係非常之傳統嘅法國，法國人又喺呢啲地方食嘢，同埋好平嘅喺度，唔係好貴，開支酒都係十零蚊，歐羅十四蚊五十歐羅。House wine 嚟嘅，好傳統，又坐得幾舒服，又快，其實上菜都好快。好啦，咁我哋食嘢啦。呢个是最原始的落单和埋单方法，系啦，呢个六十欧罗呢一餐，呢个就是又唔使纸落单，又环保，又唔使电子化埋单，又减省成本。我哋嚟到我哋身后面咧，头先我哋啱啱喺度食完嘢啦，咁其实咧，嘢食咧就普通麻麻地嘅，唔系真系话好好食嘅，但系咧。即係你話其實琴晚我哋食嗰度咧就仲好過呢度嘅，但係咧呢度唔係食嗰個味道啊，呢度係食主要係食嗰個風味啊，因為咧因為後面嗰啲人好 friendly 啊，啲人係係唔會好似咧你行出去食咧，其實啲人咧未必會真係好態度服務對你咯，咁但係呢度咧其實係啲人咧係好 friendly 啊，好傾到偈啊，可以同你好投契啊咁樣嘅，係你有咩感受？都係咯，啲嘢食就唔係重點咯，都係食佢個環境裝修，佢係好似係啲好傳統嘅法式餐廳咁。大家啲人都好 friendly 嘅，即係就算啲客人都好啦，都入到嚟都係都好 friendly 嘅，其實係啊。咁大家有興趣嘅就過嚟試下啦。係啊，即係排隊，你睇下而家對面已經排到咧，行到過去嗰邊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，如果大家要嚟嘅話咧，其實要早少少嚟，大概係六點零鐘，冇得 book 台㗎呢度，冇得 book 台㗎，sorry， 係冇得 book 台嘅，係啊，所以你一定要係早啲嚟。如果唔係咧，就第日先好嚟啦。因為咧，我哋除非你唔怕等嘅啫，係啦，我好怕等嘅，sorry。好啦，咁今集就去到呢度啦。咁中意嘅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一定要做，撳埋個鐘仔啊！拜拜。